怎么会想到用拖鞋打人啊？这个要感谢台哥，因为台哥在家里用这样打他老婆。香鸡排的包装纸就知道大家问谁了，就是。等一下，我还有个副业还没有讲。哦，你还有个副业？因为我在基隆有一个很大的殡葬业，我怎么需要？我要每个都签到。我快要进行一个减肥计划，会成功吗？你会叫？ 弥勒佛去减肥吗？不是，弥勒佛，不是弥勒佛。